那你是不是特别反对爱莲姐来远方啊？就是嘛，就在纺织厂干得好好的，去远方做什么嘛？那你一块儿来呀。那不行的，我学的就是纺织，其他的事我干不来的。人的潜力是要挖掘的，你不试试你怎么知道啊？ 真让你猜准了，广东这边好几个分拣中心都停运了。什么时候开始呢？就从今天早晨，那我现在就下去盯着他们。你小彪动身没有？没呢，说是还在医院检查身体，我要去看他，可他不让。老板，下午约见的那些基金都打电话来了，说有事儿，那个改天再约。 敢不敢看网上的新闻调查？我们的支持率不到10%。我相信你。我不相信你。牵车计划受到影响，是不是资金全撤了？你都知道。姚远，你瞒我瞒太多了，陆小欧很不高兴，情况很严重。 跟车厂签的对赌协议押股权，现在经济不景气，那签让车除了去远方哪儿都去不了。然后你还要连改职，想死得更快一些。我要背水一战。姚远，你疯了？这是个做企业家的态度吗？我一直都是个疯子，你知道的。 各自观念不同，彼此安好。会有胜利会师那一天的。 怎么样啊，小欧？姐。 过来帮姚远撑一撑，这样我心里才踏实。